九月二十四日 ，Angelababy 工作室在微博晒出一组 Baby 在百花奖表彰后台休息的照片。照片中 ，Baby 皮肤白皙，一袭黑色深 V 长裙，眼神魅惑，女神范儿十足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称 Baby 美爆了，美出天际，还是长发飘飘漂亮，你穿成这样是犯罪，色诱我，我要打110了。杨颖同志的后台休息照都像画报一样，底子好，没办法，